正想跟你请教一下，因为现在有现在缺鸡蛋嘛，对，有民进党的立委就昨天在质询的时候，说用鸭蛋，对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。欸，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让不让大家读以前的这个中国历史哈，就是说这个晋惠帝说大家那时候都没有饭吃的时候，晋惠帝那时候不是说何不食肉糜吗？是吧？那好像就是，这个执政党哈的相关人士哦，离人民的生活太远哦，现在不是只有缺鸡蛋啊而已哈，就是以前我们说在家为良民啊。这个在军哦，从军是良兵哦，然后就是在家就当一个好老百姓，那从军就当一个好的军人哦。那现在好像是这个百姓没蛋吃，那军人没肉吃啊，然后产业缺工啊，这我昨天说过，产业缺工，那然后很快的要缺水，然后最近昨天有跳电了，缺水、缺电、缺工、缺蛋、缺肉。还有什么？好像什么都缺啊！只要你想要的，民进党都让你缺哈、哦。这个是然后接着他就会用话术，然后用一种置换概念的方式，就像以前这个走私叫做超买，然后用媒体的大宣哈、哦、大内宣来洗我们的脑哦，让我们知道说啊，如果吃了鸭蛋，那没有鸡蛋是没关系，那下去可能会缺鸡肉，所以可以吃什么？猪肉、羊肉。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是把重点，就是民进党是把重点画错地方，就是真正的重点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为什么去年有过，今年还会再发生，你没有再去未雨绸缪，这个施政应该是一个长期的，短期的短缺我们也许不怪你，但是实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周而复始的发生，证明这个执政党没有施政能力，那只能叫别人叫民众转吃别的东西，就很像古时候那个晋惠帝一样，跟人民距离太远，然后，不食人间烟火。没有做好，我真的觉得你给现在的新的内阁造成非常大的困扰，你到现在还不口头请辞，你现在是要让部长请你 走路吗？不要光是讲说你要政治责任你负责任来你就扛，怎么扛？下台走人。我们会全力的照顾好农民跟好，哎呀，个人的去留啊，做不好当然要下台啊。我们最近啊、哦、缺蛋缺的人心惶惶啊、哦，不管是在市场好或者超市，都有很多人去抢鸡蛋，造成社会相当的不稳定。那我想请教主委，你是否曾经啊跟我们现在的新任阁魁陈建仁院长提出过口头请辞？因为你可能会觉得对院长很不好意思，院长刚刚上任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缺蛋的危机跟难堪的状况，请问你有没有曾经口头向院长请辞过？这个谢谢委员。那我认为说，在执政团队绝对是要帮团队加分。所以没有。如果是失分的话，当然自己要主动，而且要知所进退。对，完全的这个委员的这个建议，我们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。那所以我才会说，在之前是因为会道歉，就是因为让消费者
可能多跑了一两次。可是主委，你的道歉可能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没有用啊，他还是要去抢鸡蛋。好，因为哦，我们长话短说，你有没有口头请辞过？没有。目前还没有。目前还没有。但是那在近期之内会不会有？如果没有做好的话，而且如果让事情更影响更严重，不排除吧，或者是没有解决问题，那当然你要担起责任。当然要担起责任，本来政务官就是要把事情做好。如果没有做好，但是你到目前还没有口头请辞过。没有。好，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句话，所谓的知所进退，你同意吧？哦，当然了、啊，当然、哦，这个本来政务官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。好，所以因为你的缺蛋已经不是一时，不是一个月、两个月，是很长期。我一直在讲说，缺蛋啊，它并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看下一章啊、哦。事实上，在去年因为缺蛋的关系，我们农委会也启动了一个进口的机制，哈。那但是到了十一月，好，到了十一月突然没有进口，其实也有解释过，因为我们的进口主要都来自于日本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那么十一月日本停止进口之后，请问一下，主委、农委会，你们做了些什么？有没有去考虑到哇？日本不能进口了，我们要不要开拓我们其他进口的来源，或者超前部署？有没有做？委员讲的非常正确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们也有考虑美国，可是美国更严重，所以美国跟日本同时因为禽流感。好，所以日本没有，美国没有。那到了最近，赶快再去找到澳洲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最近，这个本来就有一直跟澳洲接洽，而且我们还是跟日本在那边。同时在针对鸡蛋来。另外呢，我请教主委，我们有没有曾经考虑到其他东南亚国家进口来源？在去年没有，目前要考虑的话，有几个前提。第一个，它一定要符合 WHO 的相关的检疫规划。当然。第二个，那进来的程序也要跟农委会、卫福部的相关的程序要依照规定。这两个前提。都克服了，解决了，他才有办法。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要增加我们进口的来源嘛。我当然知道我们国内的蛋农并不希望我们开放进口或过分开放进口，这只是短期的调节。对，但是当消费者严重缺蛋的时候，当然要做。主委，我今天好在这里啊，我特别提到，我可不可以时间暂停一下，我请一下我们经济部长王美花王部长，请王部长。我为什么要请王部长上来？请问一下部长哦，我们的经贸人员在国外有很多，在代表处有代表人员，是否曾经有协助，也就接到农委会拜托，可以帮我们来找一下有关于鸡蛋或者其他的农产品的进口来源，有没有？这个我们都会听农委会的。有没有嘛？就有或没有？我的了解是没有。没有，好。所以我要跟你讲的就是，其实全球在抢粮食。去年其实在新加坡，他们海南鸡方没有来源了，对不对？也是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不卖给他嘛，所以他们就尽量的去找来源。同样的鸡蛋，比如说以新加坡来说，他们鸡蛋进口量比我们多很多，可是它的进口的国家来源非常多，包含东南亚。为什么呢？东南亚就是这样，因为你都从澳洲这样子空运来台，你开玩笑，一颗多少钱？所以我觉得农委会一直没有做到的事，就是超前部署。所以为什么要讲说十一月停止进口，然后你们就一直无声无息啊？特别跟您报告哈，像有些国家东南亚，像越南。为什么不考虑？因为他们有打疫苗，所以打疫苗的鸡蛋。你先不要跟我讲嘛，我们是人家新加坡，这个、在专业上我要讲，如果新加坡进口的，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的驻外人员，好，我们经济部国贸局驻外人员来做协助，可不可以？刚才部长也跟我讲，王部长说，鸡蛋的部分有牵涉到国内的产业，因为毕竟还是要有专业防疫禽流感，而不是新加坡没有农业啊。我知道，可是你问题是你现在就是抓虾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没有做到，你去年就已经在缺蛋，然后十一月结束之后，你没有超前部署，你不要说超前部署，你没有想到说啊，日本的进口断掉了，然后你现在该怎么办？明天就下来。好，所以啦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时间到了，还有牵涉到整个，我时间到，我还是要跟主委讲，
你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好，所以我回到我第一个问题，我真的觉得你给现在的新的内阁造成非常大的困扰。如果我是你，会尽力的做好所有的粮食安全，我立刻去请辞啦。你到现在还不口头请辞，你现在是要让部长请你走路吗？这样是不对的，好不好？不要光是讲说你要政治责任，你负责任来你就扛，怎么扛？下台走人，好不好？我们会全力的照顾好农民跟提供给消费者。好，哎呀，你个人的去留啊，对不对？做不好当然要下台啊。